中华职棒今天两地开打，花莲的原相大战，桃园队最后以9-6系列赛横扫相对，收下了4连胜。至于在屏东县的西施大战，一大整场狂敲了24支安打，几乎呢是局局都有得分。上一节首度在屏东家乡出赛投的虎虎生风，主投6局只掉1分，中场一大犀牛就以17-2痛宰统一狮，而15分的得分差胜也是今年所有比赛的最高纪录。